家好，我是心理学家。好，这段的皮肤是长夜，对，就是那个美美的长夜。好，加小方阵容，小女孩求，超梦一次，超梦两次，超梦三次，超梦三次，然后遇到监管安使徒，不幸首个被追击，血赚1600，含泪血赚1600。好，加小方阵容，小女孩求徒，前方记者、技师、律师，前方心理学家躲一下。好，哎呦，被发现了，哎呦，眼力不错嘛。好，心理学家呢，一开始没有任何的技能，吹口哨没什么用，对，就是帮助别人而已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有特别，哎呦，哎呦，勾到我了，特别耐打而已，对，可以多挨个几下，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技能了，对，没办法，哎，一开始遇鬼真是最倒霉的。开局就遇鬼，前锋来帮忙，哦，撞到了，确实有点帮忙。好，我们先看能不能。不能，不能，完全不能。持续在追我，前锋会再 cover 一下吗？前锋，cover 到了，太棒了，不然这钩子肯定勾到我了。不要再追我了，才刚开局而已，吓一跳。好，飞轮 ，OK， 又闪掉了一下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接下来就要再挨一下了，是不是？这边能够闪掉吗？不行，闪不掉。走这里。好，完蛋了，我觉得他勾子应该 CD 完了。不要勾，不要勾，等我一下。都说不要勾了，都说不要勾了。好吧，这路头确实是应该是玩好几场了啦。又解掉任务，要不然怎么穿旧？我之前有讲过嘛，就是穿旧装的监管，你反而要小心，因为他就是玩很多场了。所以才会穿旧装，那个华丽的皮肤，什么金皮什么的，不啦不啦，倒不是这么的有参考价值。对，因为那个毕竟就是用抽的嘛。那如果是旧装，就是必须要解任务，解，一路解。但是很难排除，就是有可能是你知道利用到人机局来解啊。像我就想用人机局解任务，但是也是玩很多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相对而言比较有经验一点啊，可以用这个来判断。好，但是时间过了这么久，应该通常这种。万年皮肤、万年的角色应该都会有了啦，多多或少。如果你有在玩的话，偶尔玩的话，也有可能解掉，所以也不能判断。应该是以最新的、最近的角色、新角色判断有没有旧装来判断吧。对，好，这样也不见得对啊。对，我在讲什么？反正就是都可以啊，随便了。好 ，OK， 我现在呢来买个东西，总算可以买个防身的东西了。但是我现在目前还是要先回血。我刚是买止血剂的，完蛋了，只能买镇定剂。多夫林买一下好了，哦，放个多夫林，哦，针筒。好，这是一个鲁莽的决定，我个子不知道为什么买成这样，但是就是可能我想说可以等一下，应该把自己治疗完之后还可以有余裕能够治疗其他人。对，远距离吹口哨的话应该是 OK 的。好，回血了，接下来就是再回一次血。好，先回血了，要不然律师解到之后，可能监管就过来了。好，买了止血剂之后，速度确实是比较快一点啦。OK， 接下来就看有谁需要帮忙回血的。哎呦，车来了，这边在轨道上摸，真的是心脏很大颗哎。好，前锋吹一下。前锋就在这里而已，我在吹什么？好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暂时不需要。好，巨雷破译，还有4台破译机，囚徒两个在手，前锋过去了。哇，真的很困难呢，有使徒就很难救了。说实在的，飞掉了。对，有使徒在，真的是防守太容易。好，小女孩附我身了，我们现在一起来破译。好，确实是附身破译比较快啦，所以遇到不附身的玩家，我觉得为什么不附身，可能就是有阴影吧。对，就是会被有时候就是有人不知道什么就莫名其妙把你踢掉，不让你附身，那你就心里就有阴影了，然后就从此以后就不想要附别人身了。对，就是一个有阴影的小女孩。那我觉得没必要啦，我觉得还是得附身，尽可能附身，要附就附，因为真的是破译速度比较快一点啦。有帮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附吧。对，那被踢掉的话也不用太玻璃心，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被附身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怕体质比较灵异体质的，就会有一点身体就会有一点负面的作用。
但如果是身体健康的话，应该是附身应该是能承受得住这一些冲击啦。对，那特别小女孩的话，应该也冲击应该不会比成年人还要来的，成年的那些对来的还要冲击来的大。所以我觉得附身的话是应该绝大部分的人，你接触到踢掉你的人，也许是少数人，就是体质比较敏感的。那应该是八成以上的人都可以接受了，好不好？我这样子，我遇过玩小女孩附别人身，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，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，发现破译机上最后的两台，这个律师呢，什么逆行、什么倒逆、什么拱的，对，那个有毒的那个元素，它破译掉了，速度蛮快的。对，这算是少数律师算还不错看的精品吧，只能这样子讲了。我还是觉得夜神月比较好一点，比较经典一点。好， OK， 我们现在上最台破一阶，跟我们的律师一起。前锋被救，正在安美搏命，没被打到搏命，那就继续蓝圈圈撑到底啊，蓝圈圈可以哦，压了压了，确实是在压了。好，倒破一掉，帮小女孩搓一下，小女孩满血。OK， 我们现在呢受伤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，其实真的是心理学家，真的是牺牲自己照亮别人呢，这是一个伟大的职业，好吗？好，看一下，买个回血的多芙灵好了，等于是我帮他再花钱买多芙灵，因为小女孩本身那个劣势就是她必须要买针筒才能回血，要不然她没办法回血，所以还是我帮她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快一点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飞掉了两个，然后这个大门开了吗？没开。鹿头在守前锋，但我估计他觉得他应该不会守多久，剩九秒，他会守到底吗？走掉了，走掉那太好了，那就我来补一下咯。好，就掉。回访了，来不及了啦！再补一枪好了，再补你一枪，谁叫你要打我？好，可以上车了，其实可以上车，没问题的，勾我没关系。好，不打我，好，上车了吧？是上车了。鹿头跟着上车吗？没有，他没有上车。好的，我们再来买个东西，买个球好了。好，另一边大门已经破译 62% 的进度，并没有到很快，但是应该是开得了吧。好像他用了飞轮，看来是受到追击了。前锋又被勾到了一下，倒了。哇塞，前锋剩下最后5秒就没一刀斩了。好，没有一刀斩了，结束。现在应该是比较玩起来比较轻松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等待最佳的时机啊，能走就赶快走了。先上楼观望一下。前锋在那边没有人救，哇，飞掉了前锋，囚徒平局，小女孩被抓。我现在觉得应该是不会赢。对，平局一下应该是输吧。好，记者需要回血吗？哦，需要回血，再回一下记者的血。那些没一刀斩的话，再回一次是 OK 的啦，比较不会一下就倒。好，但我身受重伤了，这很怕上楼。上楼，我现在换橄榄球，再爬窗下去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感觉好像有点紧。好，小女孩还有3秒。OK， 记者去救了，开了一枪，这大门开了，大门开啦，那应该是没问题才对啊，应该可以走了了。律师走掉了，好，那小女孩和记者两个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记者直接倒小女孩嘞，记者我救得了他吗？不行。哎呦，怎么在这里？哦，都是相依为命两人组，是不是？
讲快走也没什么意思啊，就记者如果不救的话就是输啊，是不是？虽然是得救一下记者啊，但是看来应该是不允许。先跑一下，哎呦撞到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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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退一下，再退一下哦，完了，鹿头来了，夹击，没了，好，上小女孩，赶快走，最后的希望，小女孩，跑去救记者，不要去救了，来不及了，好吧，我觉得确实是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就，居然只有律师走掉，下集见，拜。Thank you.